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美版的黑岩的补充包，这是一盒完整的，还没开过这种的，不知道会开到什么，大家来拆箱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包装。对啊，从哪开好？而且这包装袋上面有那个球，舍不得撕掉。不行啊，还是得撕。感觉它这塑胶很厚哎、欸。对，有厚度。这一包一盒不用，一盒是几包？来看看，36还是24？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所以是36包。它有两个不同的封口哦。对，它是快龙，来分图案哈。看它有什么包装？四种吧。这是车车吗？对，是的，它是车车。哇，车车领先了！哦，喷火龙飞出去了，感觉这包特别痛。哎、欸，差不多哎，车车变少了。九包，也是九包。九包，所以它是平均分配，各九包。我决定我要先来开车车。看看会看到什么？他们总一盒会有保底吧？哎、欸，哦，序号在哦，序号在后面。不知道。这个也是四张吗？没有没有，他现在好像是卡中间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就直接翻。啊、他直接翻到最后。好、看看有什么东西。达克莱伊，好可爱哦！能量是最后一张，美版才有这种外闪，对。我觉得这种闪法真的很可爱，很漂亮。然后他们专属的，也是黑的，这一系列是都黑的吗？是吗？我知道，刚那也是黑的、啊。木木小好可爱哦。燃烧虫，白火陀，下面是螃蟹。螃蟹，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可爱的螃蟹，啊、螃蟹蛮可爱的。对，可爱的螃蟹。它长得好可爱。对啊，也是黑的。妈妈小鱼，夜到火溪，车车小时候。这只到底叫什么啊？我们有那个他的公仔，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对不起，毛蟹没有记他名字。约克夏，诶，这是 SR 吧 ？SR 的花，真假的？嗯，是 SR 啊。对，不错啊。他就叫约克夏吗？还是小约是狗名？小约克，然后进化叫什么、哦？懂了，反正就是那只狗。它是进化，对。地鼠、蜜蜂、狗、狗、鲶鱼、有声有，哎呦，月亮一宝宝好帅啊！
对啊，利牙鱼。我希望你开到这个有火神鹤哦的越冠军，他冠军吧？是。我希望你开到有纹路的越野。哦，那一定很漂亮。一定超好看。对啊，都黑的。哦。蛙。六尾。鱼。哦，这只青蛙。今天加兔子，不倒翁，又是冠军，冠军怎么那么多？这兔子看起来好厌世哦。它这种属性小闪真的很好看。对。为什么日版跟台版就没有？美版专属，小火龙，蒲公英，波波，哦，鱼，蒲公英的小闪，哦，好可爱。咦，下面是哦，比克提尼，哦，比克提尼可爱，它也很可爱，小闪。竟然是放在火系，烛光灵哦，幽灵吗？火跟幽灵啊，嗯，盆才怪，伯克比，几何水花，螃蟹，也忘记名字。哦，这只猪感觉是母的。下面是，哦，好哦，粘土人偶，父母台湾到底可以玩了没啊？没有啊，还不行哦。你就知道挂 VPN 才能玩啊。眼狗狗，达克莱伊，下面是，哎，怎么都冠军呢、啊？这个这边的训练家是只有冠军而已吗？冠军这么好开的吗？对啊。达克莱总不是越一步。会有的，会有的，我们才四分之一。真的好多、哦。其实他们猪猪好多图案，是要留吗？留一个。戴鲁比，哎，怎么又同只？我想不一样的。接下来快龙，快龙还有谁呀？开快龙吗？开喷火龙。牙是黑，舌头好长，别的训练家可以给我一些别的训练家的闪吗？哦，好可爱的幼吉拉，哦哦，好可爱哦！他是在睡觉吗？谁？哦，臭臭花，然后下面还有两只独角虫。哦，这是那个海豚侠，真的很可爱。怎
么可以这么可爱？真的。感觉好像有东西，真的吗？嗯，我刚刚有觉得幻龙有一包特别重，哦，可爱的天珠珠，哦哦哦，我看到，他一直跟着我们，只要变大张，我们是不是日本？日本也有看到他，对。还蛮正，有点歪，不过还行。嗯。看美版的好处就是，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几张包。对。这两张了。感觉还要飞去哪？小火龙要杀谁？因为后面的雕像是迷你龙。哦。哦，帅帅的，走路很轻快。这是毒 baby 的进化叫什么？是啊。啊，战学吗？战学荣誉吗？是吗？哦、好像是。伯克鸡骨，哦，真的非常可爱。你谁？可爱的后面接了一只你。哦，好讨厌。对啊。想到他就想到我的狗。说到狗，大家有去纽约吗？倒没有啊。我说大家。哦，这是猪猪，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喜欢猪欸，猪的造型真的超多的，猪好几种，对啊，好几种造型，帅帅的狗，算乌贼王，那个什么鹰啊，螳螂。还是它是四种卡包里面，然后每一种都有一个包子。真的吗？这样有点多、哦。那这样也不错哎，你看买一盒36包，你就有四个包底吗？因为我们是没开过这种盒装的。First time。对。可是也没办法找出什么数据啊，因为也才一盒。是的。好可爱的海豚。哦。这个默默消是，哦，它是那个，感觉像是那种指南针还是什么那个避雷针吗？还是什么？下面那个，它是那个吧？是对对对，类似指南针那种东西。乌贼，哦哦哦，可爱的妹妹，怎么都是人？又有宝弟？对。小瓷罐，有机啊！我感觉有东西哦。咦，包底还一样。嗯，感觉像那种人物的那种神，除非是我错觉。这么多的吗？大图哦，不是，是金卡，是金卡。金卡。金的能量卡。哦，下面还有一张。
冰淇淋。哦，所以刚刚只看到应该是他们两个重叠的那个闪。火男，天啊，这个保底也太多了吧？啊、这保底是怎样？好棒哦！这张冰淇淋算保底吗？嗯。哦。看 S 啊 ，D 叉。哦，说到冰淇淋，我们在日本一直有看他的那个冰棒。可是没有勇气买，而且真的人也太多，完全没有想要排队，完全不想排队，因为我觉得买了那个天气那么热，一下就融化，可能吃不到几口就融完。鼻涕熊，如果真的配玉都这样子的话，谁还要开？这什么啊？好可爱哦！那个啊，那个猪死的那个啊，很烦，很小只，一会一直碰到的。哦，画成图还蛮可爱的。对，画成图蛮可爱的一步。哎呦，岁月一步了。不知道，又是打开来。烦死！打开来我们都另外闪都有啊。他一直来。快龙的最后一包。快龙出了三张宝，四张哎、欸。对，除了花以外，这是机车出的。对，然后这是快龙出的四张保底，什么鬼？保底这么好出的、啊？真的。牦牛、青眠鸟，哦，好可爱的波克基斯。哎，下面一张哪两个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班基拉斯。把喷火龙留在最后。好嘞，哎呦，弄错了。帅帅的班吉拉斯一打开就是幼吉拉。正想他爸。对，是想进化吗？还是想要退化？我应该是想进化，对不起。应该是想退化。因为班吉亚斯打开是幼吉亚斯哦，宝可梦倒是还没有退化的权利。对啊，几何雪花又是你丑丑的，感觉套子要不够。在哪？干嘛？应该还够啊。桌上那边有一个。那个日本买的，现在用。潜水，巫婆，小木林，六维，北北茶，水母，太阳岩，还有。开这种重复的我就不套了。对啊，有重复的吗？你要看闪的法哦，你不要以为它重复，闪法可能会不一样。它还有，对，闪法会不一样。不是，它还有分圈跟星跟菱形。美版真的分太多种。对不起，还是乖乖入套吧。狗狗，贪吃的，哎呀，怎么又是你？打开来怎么那么多？来闹的。成龙，我第一次看到成龙。猪猪，又是猪猪。巨刀，炎帝，
猪猪真的是满地都是哎。对。所以猪猪都要成为主角了。他永远都不会成为主角。因为连那个小礼盒也出猪猪的那个小公仔，然后我们特点卡之前不都有给猪猪？对，还给不同形态猪猪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收集完那种全部的特点卡，你要去很才怪美国各个地方买。对啊，才能收集完嘛各种的猪猪特点卡。有够坑。欸，他 logo 都不一样哦，他不是说欸你图不一样，他们商店不一样，还有可能是同一个图，然后不同 logo， 就经销商不一样，给的那个 logo 就不一样，超扯。班吉亚斯来点东西吧。哎，对，班吉亚斯怎么了？地鼠、青蛙、螳螂。家应该不会输好车吧？不知道，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，应该还有机会。巨牙 AR 也太少吧 ？AR 比保底还少是怎样？水母哦，可爱的木木熊，炎帝，真的 AR 比保底还少。最后两包班吉亚斯，正常的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数据不够大，无法比较。啊，要这一，这买下来超贵的。对，是有办法弄。重点是也不好买。对，这还真不好买。至少来个 AR 或保底吧，班吉亚斯。有吗？火恐龙哦，这张是 AR， 它叫什么？中间是什么？比比鸟，比比鸟，嗯，上去才是比雕嘛。那这个是那个，它是密勒顿还是古勒顿？密勒顿，它是 M 开头。有啊，来一张 AR。有，对，有至少有东西。这个。比比鸟是全世界盛产的，对，我看日本人家也是开这个，台湾朋友也是开这个，因为回归后的好像就大量发生，对，回归后以后，自从在电视上回归后就开始大量发生。哦，好像有东西哦，感觉有东西。好嘞，是谁？是什么？哦，还行。伊莎的恐龙。哦，我们看，哦，美版恐龙贵。真的吗？伊莎的。美版。哦，因为它真的很难开。没管不管什么形态恐龙都不便宜。好，我们开最后的九包喷火龙，看看会给什么东西。会带喷火龙来吗？会的，我们刚刚最后一包开的喷火龙嘛，所以它会在。就接着喷火龙。对，继续接着来。可以多来一点 AR 吗？你想要 AR 的谁？就那小姑，夜到火星。
我是拍这个。哦，龙盾啊，蜜蜂，木宅犬，又是你。声音波好可爱。嗯。声音波好可爱。对啊。这宝可梦就是它可爱可爱，然后它那个图面又很可爱。对。我们都可以把它画得很可爱，画得很生动。怎么做到的？对啊，看到它你就觉得好像有什么那个构想出来，它好像在做什么事，你都可以感觉到。这次感觉真的像戴着面具。好丑，真的。它很像那种粘土做的那种，像公仔。对啊，对啊，粘土，真的不好看。九光龙。波波、香菇、虫、超 baby 的进化、鸟、布鲁、布鲁、绝地兔、波克比、波克基斯。波克基斯也很多哎、欸。对，波克基斯一直来。我发现那个属性很多。超。嗯，超属性超多。绝地兔看起来好凶哦。嗯，对啊。看起来好凶。小只的是那种厌世感，然后他是对在凶狠什么的。来点什么吧，喷火龙。对啊，来点什么吧，喷火龙。在你的主卡包哎、欸。主战场。哦，你要的 AR 来了，小只的车车。他也是要，有点不想要，不喜欢车车，比较呆啦，因为没有，觉得车车没有那么好看，对，那个动感那个感觉没有出来，车车应该也没办法画出什么生动的感觉吧，嗯，不就一台车。这一部的脸真的很大，这部影片很长，毕竟36包真的是，对 ，Nature Store 都是，哇哦，对，好难得哦，有几包？三包，你开了30几包才开到两包，这个，对，他也是这样子，嗯。那比较贵啊，贵多了。嗯，而且它很厚。铜镜怪，说说话，看起来帅帅的。波克比，哎，这只狗是发生什么事？什么药保底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看看有没有。哎呀，没有，海豚侠。剩两包，会有东西吗？会有的，会有的。来个喷火龙吧。你是说都没有看到重复的？对啊。上面一盒也不会有重复的吗？会吧。你看看那个冠军。哦，我是说那种大张的啦。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我就不知道。带火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的机会。
最后一包机会，会有东西吗？咻，茶。虽然我觉得就是蝌蚪，这已经是妹妹没有了。已经我们开的配率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高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开玩笑，五张保底耶。好，我们这一盒36包开到了，来看一下，那个太多了，那就算了。那个 AR 的车子 ，AR 的笔雕 ，AR 的臭臭花，然后喷火龙一擦。然后密勒顿的一叉，比克提尼的一叉，然后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螃蟹一叉，然后金卡的火能量，然后妹妹全图，冠军全图，然后这个是冰企鹅，这是什么？算什么卡？冰企鹅一叉这算什么卡 ？SR 哦 ，SR，SR， 它的属性什么属性？哦，冰。水吧，水属性。好，哎，还有后面还一张，这个什么花？冰晶花吗？石晶花？不知道。花的 SR， 综合起来这36包开的还算不错啊。很好啊，我觉得。对。非常好，我觉得。真的比那种台版真的感觉好多。只是我们金能量好像都是开火系。火比较多吗？上次跟玛丽一起开到那张也是火啊，哦，是火，可是火应该实用吧？不实用啊，哦，不实用，现在都没在用火 吗？我不知道，很久没打牌了。没用火是吗？好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。